解出。刚刚看过了一二年级预备团以及打击乐 C 团和 B 团的演出，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，对后面 A 团及校友团将要带来的节目越来越期待了呢？是一首曲风轻松活泼的快板小品，是来自巴西东北的狂欢音乐。这种舞蹈穿透是利用黄铜和打击乐器在街头上演，以三连音的强烈性节奏贯穿整曲，还有马林巴木琴和铁琴的竞走，让整首乐曲展现出丰富的张力。B 团的学弟妹们经过2年的练习，演奏技巧已渐渐成熟，可以打出具有音乐性的乐曲，真是太棒了。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欢迎 B 团所带来的《费德》。